为什么？那个，我们木框架在这边，然后下可以，像是有那么聪明吗？我从上面跳下来会不会扣血？哦，我扭伤了，我八七耶，扭伤呢？为什么最后一个梯子上不去？这个高度下来会扭伤。哦，十分钟而已，还好还好。我想想有没有什么逃跑机制。这楼梯好可怕、啊！欸，我 OBS 是不是断了？哦，机车，好吧，还是今天就这样收台了，下次再继续盖。欸，我想想看有什么逃跑机制，那个楼梯盖起来，我可以从楼梯逃跑吗？不行，哦，摔死。就直接摔死，原地摔死这样，还是放个木块框在一半的楼层，这样我可以分两段掉下去这样。哇，最后一段应该没剪进去啊，下次再继续好了。那今天就这样，先收台啦。